那这边的走就是空灵走啦，有点像是在寻找一样东西。然后你可以是失落，也可以是面无表情，也可以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哦，没有更好的形容词了，没关系。我可以再走往里面走一点，躲到树后面，过树。对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准备喽。好，来三二一，走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再走一个。再走。现在对啊，我感觉我会摔死。我去你后面好了。你可以帮我撑伞吗？对啊。遮一下机器。走那边吗？对，一样。好，来，准备哦。我会穿吗？不会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小心。好，下一个。这个这么快，好嘞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换一棵树吧。好，小心哦。慢慢走。你雨伞怎么那么比你啊？啊，没办法啊，然后这里有比较大只的。我这个人比较娇小。换一个，有找到吗？要先穿，对吧？先穿，有找到吗？啊，就换一个场景是。那就也只剩我想要密集一点的地方。对啊，就这边都可以。就刚刚那边哦。刚我们走那边很好啊，走那小条。我刚主要是比较短。对，这个可以啊，就这里啊。这里吧，我觉得这里啊。从那个树后那边走出来，都可以啊。你就挑两个差不多，上面已经拍完了。我觉得那边有四颗、五颗，那边更密。对啊，这边啊。它有要这么密吗？主要是背景啊，背景。哦，他希望是这个背，那就对了。好，当摄影师那个要哪一个？这颗、这颗，那就这颗。好，就它了。先试走。好，一样吧，应该是一样，在寻找。这边就是不停的寻找自我。就天哪，我在哪里？这种天哪，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就走这边。我起床就被叫了，我的天！好，走吧。来个。那他有看看上面的，你可以看看地板，看看上面。你可以带一个动作，你可以勾耳朵，对，就是拨个头发，摸个头发，然后再寻找。寻找就是看一下，就是对，然后东看一下，西看一下。你要手插进头发这样拨。寻找他的，这边就是寻找回忆。回忆。寻找回忆。对，这片森林就是他的小世界。你在你的小世界里面寻找一样东西的逻辑。OK 哦。好。那他是不是项链要挂在树上啊？不用了。那之后再那个了。对对对。有其他的。项链其实就拿在手上，然后镜头带到、啊。其实带不到、啊，现在带不到。对啊，可以如果要硬带也可以带、啊、一个特写啊，对啊，一个画面有一个他硬带好看吗？重点可以啊，可以啦。哦，那再来看啊，来吧。拍脚的时候拍到戒指，对，外套。OK， 好，来，我往那边走。好，我会跟上你。